仲有，有排仲有，所以我覺得 yes， 我仲係青春。哦 ，good for you。喺個節目裏面帶出你純情啦，我哋想喺你身上講關於青春呢兩個字。哦 ，OK， 係啦，咁所以我哋今日就設計咗一系列嘅遊戲，咁就俾大家去試下啊，係咪體力就等於青春咧？係咪你對呢個世界有個潮流有幾緊貼就等於青春咧？咁希望喺今日成個嘅過程裏面。我哋可以喺兩位身上面，即大家唔同年代嘅人咧，我同 Louis 都係同年代喎，你講咩？大家都係同好多謝你啊！多謝你啊！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大家對於青春有咩睇法。咁所以呢度有份問卷，我當初炒緊字嘅。OK， 咁我哋轉頭再翻嚟。我覺得緊要啲係啲入行年份。哇！呢個堅極咗好多，我入咗行四十幾年啦，止添啊，七六啦，我好早入行啦，我就2009年入行嘅。O K， 咁好，你覺得點樣先係算係青春 ？It's how you feel。It's how you feel。係啊。我就寫咗個得意啲答案嘅，咩青春呢？我寫話仲有暗瘡、青春痘。我冇咗好耐啦，因為我仲有，有排仲有，所以我覺得 yes， 我仲係青春。哦 ，good for you。人生勝利組今次唔止佢玩曬，哇驚啊！唔怕失敗，志在同朋友一齊捱，真係去 enjoy 嗰個過程，贏輸唔緊要嘅。玩一場遊戲，贏一個人生哲理。學習不是一直不停累積的一個過程，是你要學識怎樣去捨棄。觀賞植物的時候想，我自己的生命栽種緊啲乜嘢咧？馬伯良、黑糖、生姜、軟糖、呈軒、阿佛珍惜玩，星期一晚10點半 ，Feel TV。